这个新家就是日本人在挑战咱中国的传统信用，加咱的人道，加咱今仔就对咱祖先的礼拜。所以今仔只要他个派去，要去恢复新道教，要去创日本新家。他是什么意思？李家龙这样子。我唔知道你去问伊啊，伊要做日本囝，我无意见。但是卖纠缠咱的祖先，当时咱的时代人，咱的阿公阿妈，咱的阿祖是非常的痛心，绝对无要做日本教去做这个代志。结果吼，后代今仔日伫即中国国民党时代去创这個、第二啊，我要讲要创台党哦，靠欺骗，卖咪咪呀呀，选举前大人讲支持民进党选举，当选要创台党，然后呢选后。卖什么什么转型正义啦，卖多少什么什么什么八个小组啦，都是选情把人讲，我选路要创台独，选路公公正正我创台独，骂你咪咪呀呀，那台独遐尼啊好，你就公开玩看嘛，啊那台独遐尼啊变，记得天之前咪咪咪呀呀，拜托的，卖冲动闹鬼的代志用。今天晚上11点全民叶问，一起来打拳。